火龙果呢？小皮，是不是你吃了？雷神门，你的外卖到啦！啊！谁偷吃了我的外卖？哪去了？食堂的菜刚一出炉，就不知道被谁吃没了。我的天爷爷，到底是谁？魔法学院竟然食物离奇失踪，师生们三天没吃饱饭，幕后黑手到底是谁呢？小妹老师，我要饿死了，还有没有吃的呀？孩子们，实在不行，这也是可以吃的。吃土？怕什么？土里面也是有一定营养的，富含钙、钠等营养元素呢。来来来，每个人分一分。守护罩。是小品，原来这几天能吃的全被小品吃了，但虽然贪吃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呀，什么都不放过。小品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？小品前天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叫《东方龙生九子》的书，看得可起劲了，上课看，方便看，睡觉也看。龙生九子？小品你是贪吃？难道跟九子中的饕餮有关？传说饕餮极为贪吃，小品肯定是被饕餮附身了。现在这里十里八荒